那么今天呢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诞辰日，我们大家呢在这里缅怀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人间带来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圣诞，让我们感受观世音菩萨的慈爱，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慈悲，让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佛友们更加用慈悲心来感化众生，让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让别人来接受佛法，我们这就叫法布施。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行修心，一定要让自己从精神上解脱，一定要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无畏的慈悲精神。记住了，慈悲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一定要慈悲，一定要让别人感到你周围还有爱，一定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真诚的爱，你会得到更多的慈悲的爱。谢谢大家。最后也祝福我们全世界的佛友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佛精进，感恩你们在遥远的世界各地一直在弘扬着佛法，继承着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精神，广度有缘。谢谢你们，感恩你们，谢谢。